政府每一年给你放200块，是大人叫买你先，尤其是。挂号的病人看病，以及减低医生因为过于匆忙而可能造成误诊的风险。综合诊所如果出现病患太多的情况，有时会提早结束挂号时间。到发高烧、呼吸困难，所谓的一站式呢，就是他们去到综合诊所，假如是说他们要申请一些关于保健有关的这一些卡啦，比如说 Charles 卡啦应该可以在这个地方申请。假如是说这一个 polyclinic处在于一个地方没有巴士服务的，这就很不方便。有公众向前下午到女皇镇综合诊所，国立健保集团属下的综合诊所会告诉他们附近有哪些家庭医生。集团还将推出新的询问热线，供病人查询综合诊所的挂号情况，以更好地控制人流。或胸口疼痛的紧急病例，医生仍会马上给予照料。可以加入一些好像occupation therapy exercise 啦 ，visual therapy exercise 啦 ，music therapy 也是蛮不错。先做gym 哦，医生 stadium 有，可是很多人呢。